稍微玩一下啦。你看，我们完全没有去碰这个电影，直接录，这真的是还蛮酷炫的东西啦，完全不用去调整电影，这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多。然后你听听看，声音应该会不一样，因为麦克风位置就不一样。那反正就看看它到底如何还原这些很大声的跟一些很小声的声音，然后任。OK 啦，那这就我们的 OK，那就我们今天的分享，这个 Zoom F3 开箱，然后还有32位元音讯的部分。那当然，喜欢这影片，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是摄影相关的，